他在我人生最难过的那一刻出现，我觉得一切都好不真实哦，像在做梦一样。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很辛苦，够紧吗？可是我真的想到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在楼下等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。 如果你就这样赖着该有多好！这也就是我练他的地方，带你去认识他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喜欢呢。我很喜欢你这个朋友啊。世上这么笨。 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